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前几天的时候呢，我去看了小丑这部电影，我自己是觉得意犹未尽，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搜寻了一下小丑的观后感之外呢，我还去查了一下有没有关于小丑别的电影，结果呢我就找到了这一部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来做鬼影片的系列，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一部关于小丑的 check it out。 我会戴上这个耳机，瞬间窄了10岁，窄了10岁，看这样关灯的样子。Magic time。 OK， 各位别怕，反正会怕的话我在，反正也没什么用。开始播放这个小丑。吴霞跟吴克船长。Hey, boo. Hey, man, happy Halloween.That was very good. Thank you. Yeah, you look very nice. No costume for me, no. I work on Halloween, so... Yeah...Sorry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night. Okay.The one. And that's all. Card tricks are fine. Okay.
你可以发现那个主角他始终没有拍手，然后还说 就这样吧，所以他才被小丑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刚刚底下看了很多的网友在留言讲说，他们觉得那个人没有给他拍手，没有给他适当的鼓励，的确就本来就该死，这是这部小丑要传达意义。表演者嘛，总是要给人家尊重。我觉得这个观点讲的没有错，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情绪勒索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今天辛苦的拍了影片把它上传，那你们没有给我一个赞，那这个时候那些网友的心态是不是就像这个小丑一样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小丑一直在跟那个人要一个鼓掌，那个人没有给他，最后呢小丑就给那个人戴上了一个小丑面具，然后把他变消失了。这一点正说明了这是小丑或是那个人其实都一样，印象的都在
进行这个情绪勒索。我举到更生活一点例子，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生日，我送了一个他很昂贵的礼物，那他今天没有跟我说你任何一句谢谢，那正常人是会觉得我那个朋友怎么这么没礼貌，或者是说等到明年他却没有回你，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当初不是白送他了吗？人都有这一种然后公平潜意识的，让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给拿掉，生活的会更快乐。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今天我给了你这个礼物，本来就是我自愿给你的，我也不要为了得到什么回馈而去做，是我真的发自内心想去做的时候我再去做，不要对对方有情绪勒索的这种心态去度过你的人生，这样子活起来才会开心。在这部电影之中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当然就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啦。我们人很常在不管任何时刻都会活在这个情绪勒索，要不要在预算里在路上遇到的路霸不讲理的人等等，套到刚刚的观点，我们做好自己问心无愧，这个才是最伟大的。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，但当你们时时刻提醒自己，终有一天你们一定会达成的。又甚至是说在过程中当你沮丧当你难过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跟你同样生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我，你在努力的不断洗涤自己的心灵，磨练自己，算是有人陪吧，有没有很怪？那我们今天肚子长就应该就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喜欢谢大叔、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